左上腿的后侧拉紧了痛，啊，拉紧了痛，我看那个沸点，又斜着飞下来啊，沸点上又张了一个，垂直方向的一个大交响，哇，下来，这个比较特殊啊，沸点就快要到的时候停下来了，停下来了，然后就是把那个大脚向慢慢往下放，然后就放下来了。这次飞碟没着地啊，这大脚向着地了啊，所以相当于一个灯在这里啊，就是飞碟在这里没着地，大脚向着地了啊，着地了啊，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，就看到那个好像披了一个披风似的啊，大脚都像披了一个披风似的，告诉我们。披了披风似的啊，好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啊，披了披风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好像那个就是说挡住了，看不见。但一旦把披风拿掉了，就一下子就显现了，好像是这么一个过程。哦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